我出的不是只有声音，要头发也出。真的真的。一边关一边，一边一力增强抵抗力。红九九气昂昂的队伍向前看，接下来要代表呢我们国军英勇的部队，要把我们熊赳赳气昂昂的军歌唱到呢如雷贯耳，让呢敌方呢吓破了胆。是，有没有听懂？没有。什么叫做没有？其实刚刚那首军歌我真的不是很熟。不要再跟长官三句五句的。是，你准，他就气不足。一二一，军歌交唱，马上带来的是这首，你听到我前面发音，你就知道怎么唱了。是啊，妹妹，预备，唱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对吧？走到花园来看花，娃娃哭了叫妈妈。树上的小鸟叫哈哈。学长，乱七八糟，莫名其妙，有点不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国防线上都出了任何问题，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。好，李准，他叫起不住，你待会不能出声音。那个学妹好好的学着。报告师。嘿嘿嘿，预备，冲！嘿嘿嘿，的起家叫。回来！老师，那个音乐停了。这里够高喊。你直接冲他。哎，怕其他跑啊！怕其他跑啊！冷淡的光线，哀怨的歌声，饮酒的淡薄心情。世间的繁华，锦州风一团，也是无卡转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嘛来，一杯搁再来，你若有了解。哎呦，别问我。未来错乱，你赖呢？我本来想说你声音那么粗，结果对，我以为他是男，你是学长还是学姐？我粗的不是只有声音，头发也粗，真的你赖你。你怎么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？这里谁是关公啊？他哦，对，哎，你知道当初超厉害的，在国内首屈一指唱这首歌《阴阳声》就是碰过。那时候在秀场，他一唱完，客人都走了。不是，不是，赶快买下一场的票，场场爆满。哎，涛哥，哎，今天听完这首歌。客人一个也没有走，没有走。但是呢，今天有个大新闻呢，不得了了。今天什么新闻？我们的这个啊，万峦警察局现在有200多人在报案啊。说这首歌太难听了，太难听了。那我问你，他们都说，那如果警察要来抓我，是要把我关到女生那边还是男生那边呢？这个就厉害了，厉害了。中间就是铁条，一边关一边。那你的意思我知道，就是一边一力增强抵抗力。我勒毛！我把第三刀都变成了。不然我没有。那这个单元，一个一波中嘞。太厉害了！七招还没跳呢。对了。你把用你的鼻孔给我看，敢好？那对啊嘞。问这招是有备而来哦。哦，来，再问，你能有备的？有备哦。你是不是猜对啦？厉害啊！厉害。
他的当时咱听无遐共台对不对？隆重甲你介绍一下，不，隆重甲你介绍一下。伊叫做隆重甲你介绍，伊叫做玛丽欧。我是伊妹妹，我叫玛丽亚。哎呦，对哦，笑得甚香耶！哎，我的在你同时用心，好马哦，同父同母。啊，你就是基因突变呐！咱两个准备好未啦？老师，谢谢。OK。Flamingo， 那就烧掉。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爱上了我，你就自己找回去。我要是爱上了你，你就死在我手里。阿哥，出人命啊，出人命！切！当然啦，我鸡婆快呀！哇哇，太帅气！今天那大家拢在劈腿啦！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！哎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非常卖力，很卖力，真的。刚刚这段摔跤真好看。哦，是摔跤，摔跤。喂。